从井冈号角到长洲壮歌，他们矢志不渝，信念不灭。从踏出空间到建国大业，他们百折不挠，艰辛求索。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他们笑对屠刀，干洒热血。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托，他们慷慨赴死，气壮山河。百人竞选戏路节目，血沫中华。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大家好，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血沫中华》。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这是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的一句话。这一宣言又称八一宣言。就在这一年，两位杰出的共产党员却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之下。两人同年出生，同年牺牲，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书写了各自的辉煌，却又传奇般的分享着很多相似的生命历程。那么就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足迹，去缅怀瞿秋白、方志敏两位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公元1898年农历戊戌年，这一年的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风雨如晦，以谭嗣同为首的6名维新志士在此引颈就义。戊戌六君子的殉道，标志着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试图通过封建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宣告失败。清朝政府昏庸腐朽，国势极端衰败，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继续汹涌地冲击着中国。瞿秋白和方志敏二人就出生在国家内忧外患、交相煎熬的时代。就在戊戌六君子杀身沉人4个月之后，瞿秋白在江苏省常州出生。常州瞿家呀，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他的叔祖父是湖北的布政使，而他的四伯父呢，在浙江当知县。连他的父亲呢，都有一个虚的官衔。他的父亲叫做瞿世伟，擅长绘画，剑术一道，但是啊，生性淡泊，不爱治理家业，所以他们家这一支啊，都是靠祖父和四伯父接济。后来他们也没有钱了，就接济不了了，所以瞿秋白的这个家呀，就变得非常的贫困，全家靠典当和变卖旧衣物度日，负债累累。瞿秋白的母亲就是因为受债务和家事所累，实在受不了，在41岁那一年服毒自杀。因为没有钱，瞿秋白母亲的棺木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下葬。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由于他头发上啊生有双旋，父母就为他啊取了一个小名叫阿双，大名瞿双，一个是成双成对的双，一个是风霜雨露的霜。后来上了中学，瞿秋白就为自己改名为瞿爽，字秋白。有人说秋白两个字啊，就是从风霜雨露的霜字演变过来的。1905年，清朝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瞿秋白进入常州灌婴小学堂读书，也就是今天常州密渡桥小学。灌婴小学堂的校长庄鼎仪是瞿秋白祖母的堂弟，曾参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颇具维新思想。
他之前任学堂监督期间，曾随学堂教务处长赴日本考察学习，还从日本聘请了一位洋匠习教博物，这在常州是史无前例的事。也就是从这里，瞿秋白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启蒙。瞿秋白体弱文静，学习很用功，门门都很优秀。他的母亲呢，是大家闺秀出身，非常重视他的教育，亲自教他认字、背诵诗词，所以瞿秋白的国学基础啊很扎实，书法、篆刻、绘画、英语都很好，尤其擅长诗词，文章写得妙。他的文章不仅语言生动，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见解，分析问题很透彻。有一次，瞿秋白写了一篇作文，老师看了之后啊，连连拍案叫绝，给瞿秋白批了一个100分，还非常兴奋地把这个作文呢送给校长看。校长看后觉得果然不错，见字写得又好又干净，又立即挥起红笔，在100分之后又加了5分。那么这个故事啊，在当时常州啊传为佳话。就在瞿秋白在灌婴小学堂读书2年之后，8岁的方志敏才刚刚进入私塾读书。与瞿秋白的家境不同，方志敏出生于江西益阳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只有家族长子才能入学。但是方志敏小时候就异常聪明，被私塾一位老先生看中，破例收留他免费入馆就学。具有叛逆性格的方志敏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尽管他不喜欢老师教的这类东西，但还是孜孜不倦地熟读深思。他一年读的书超过其他学生3年的读书量。然而祖父方长庚病逝后，方志敏只能辍学回家干起了农活，直到17岁时才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进入县立高等小学继续学习。历史跨入1919年，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这一年，五四运动高举着民主、科学2面大旗，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全国各地掀起了蓬勃的学生运动。这一年，也是20岁的瞿秋白和方志敏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1919年的瞿秋白已经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他率领同学们参加了示威游行。为营救被捕的32名学生，他还领导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北京的总罢课。为了使斗争有条不紊地进行，经瞿秋白提议，将东城区的俄文专修馆、汇文大学和铁路管理学校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活动小分队。瞿秋白和郑振铎等学生代表一起将学生组成演讲团，积极开展讲演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充分展示了他的领导才能。7月下旬，山东省发生的军阀马良屠杀爱国群众的马良霍虏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声援，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代表啊齐聚北京，联合请愿。瞿秋白也参加了这次斗争，结果被北京当局给逮捕，直到1个星期之后才被释放。由于劳累过度和狱中的恶劣条件呢，瞿秋白出狱之后就患上了肺病，开始吐血，大病了几个月。肺病这个病呢，在当时是个非常要命的病，一直没有痊愈。有人写信慰问他，瞿秋白呢就在回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这一年秋，方志敏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1甲种工业学校，
南昌市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也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学生运动。当时的南昌正值酷暑难忍季节，方志敏头顶骄阳，身着长衫，手持茶浸日货的小旗子，宣传讲演，号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一致行动起来，抵制日货。有一次，方志敏他们去查禁日货，走进一家杂货店里面，发现有不少的罐头、香烟、葡萄干、蜡烛等商品呢，全是日货。方志敏便劝老板不要卖了，并耐心地对他讲时局，同时啊，他也很体谅做生意要赚钱，所以他就对老板说，做生意的人要爱国，要经营国货，那么你呢，就每样拿一点日货出来，我们拿去销毁，作为进谏。谁知这个老板呢，执意不肯，双方争执起来。一位学生就上前将货架上的玻璃罐子乒乒乓乓的全给砸碎了。老板很恼怒，就叫来警察。警察一看，砸的是日本货，不敢惹怒学生，反而责怪老板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在今天的青年看来呀，这种以销毁洋货来表达爱国决心的做法呀，似乎是很幼稚的举动，但在当时，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爱国行为。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研究这一新思潮。在当时的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义，特别是反劳动主义的影响，后来转向憧憬社会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瞿秋白也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1年年初，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莫斯科，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做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汉语的意思啊，就是战胜恐惧，克服困难。当时他撰写了《池州新事》等文，并在《北京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歌颂十月革命。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对瞿秋白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他见到了伟大的导师列宁。他和列宁的第一次接触啊，是在会场的走廊上。列宁向瞿秋白介绍了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两人简短的交谈了几句。这次会议给了瞿秋白非常大的影响。1922年春，瞿秋白在莫斯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瞿秋白还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瞿秋白还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1920年。瞿秋白在赴俄国的途中，途经哈尔滨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1923年春夏之交，瞿秋白把这首歌译成汉语，并将词和简谱发在《新青年》副刊号上。国际歌从此在社会上传唱起来。现行的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60年代初再译定稿。但其中“英特奈雄纳尔”一词一直沿用瞿秋白最初的音译。五四运动不仅引领瞿秋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让方志敏成为南昌公认的学生领袖之一，竖起了一面江西先进青年的旗帜。1921年，方志敏考到九江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在这里，方志敏因为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又一次被学校开除。而正是因为被开除，才有了他和瞿秋白相遇的契机。
被学校开除后，方志敏毅然去上海寻找革命先驱者。在上海，方志敏遇到了瞿秋白，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秋，经组织决定，方志敏回到南昌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3年一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南昌地方委员会成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的成立，方志敏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是大革命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也成为了江西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领导武装暴动，创建赣北革命根据地。他们同母出生，因为共同的理想，走上了曲折而光明的革命之路。他们同年牺牲，因为共同的信仰，献出了短暂而光辉的生命。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他们用激情和热血书写了各自的辉煌。百战经典系列节目《血沃中华之碧血丹心养高峰》。1924年，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南昌市郊创办了农民协会。第二年，他又到广东向毛泽东、彭湃学习农民运动经验。1925年夏天，方志敏在家乡江西湖塘村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那一年天旱欠收，到了秋天，许多贫苦的农民发愁交不起租，还不了地主的债。方志敏召开了贫苦农大会，对大家说，今年地主收租讨债，我们就要求减租减息，如果地主不肯，咱们就跟地主斗，不交租不还债。方志敏带领一部分积极分子，先把一个地主抓了起来，要他减租，并把借据还给农民。农民们有了劲头，都准备跟着方志敏干，不少地主不敢再收租收债。不料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跳出来，带头对抗农民运动。方志敏的五叔就气急败坏地质问方志敏，我是不是你的亲属？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方志敏觉得他的五叔的气焰太嚣张了，一定要把他打下去，否则斗争就不能取胜。于是他就对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的五叔，我就看他的面子，他既然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一天晚上，他带领全村的贫苦农啊，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自己的五叔的这个大院，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方志敏。他的五叔方雨田紧关大门躲了起来，几个农民呢就翻墙进入到了方家大院，把门打开，大家一下子冲了进去。方雨田情急之下拿刀想行凶，农民夺下他手中的刀，用绳子把他捆了个结实。方志敏亲自下令处死了自己的亲叔，这行动震动了整个益阳县。江西的农民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把土豪劣绅打得屁滚尿流，农民还从警察那里缴获了两条半枪，一条是汉阳造，一条是三八式，还有一条九响毛瑟被截去了半截枪筒，只能算半条枪。方志敏出门时就把这半截枪筒枪带在身上当作防身武器。很快，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消息传遍了方圆几百里，他发动数万农民于1928年初举行暴动，又于第二年建立红军并逐步扩大。这种在本乡本土就地发动农民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方式，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
直到方志敏进行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从在1927年就农民运动写过一本书，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为这本书作序的正是瞿秋白。就在这一年，指导并参加了多次武装起义的瞿秋白，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召开于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仅一年期间，共产党人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作风强势的陈独秀不同，他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在此之后，国内爆发了100多次起义，为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呀，爆发了中原大战。军阀发生混战的时候，正是红军发展的大好时机，因为军阀们已经没有精力来顾及红军了。方志敏就抓住这一时机，率部趁虚占领了江西的景德镇，迅速把原来只有上千人的队伍啊扩大到上万人，建立了人口将近百万的赣东北苏区。赣东北苏区是土地革命期间我们党的六大苏区之一。这个苏区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在方志敏的带领下，各项建设搞得非常的红火，后来就扩大为闽浙赣苏区，方志敏担任闽浙赣省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又任闽浙赣省委书记。那么他领导的苏区啊，在敌人数万重兵的4年围剿中，始终屹立不倒，成为保卫中央苏区的战略诱因。在根据地全盛时期，地跨闽浙皖赣四省边界的52个县，加上游击区，人口1000多万。根据地在方志敏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都蓬勃发展。当时以身染肺结核病的方志敏作为省苏维埃主席，一直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在这一时期，方志敏曾写下这样一句座右铭：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在敌后创立的根据地蓬勃发展，而此时的瞿秋白却因党内斗争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离开了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尽管如此，在上海养病期间，瞿秋白却在文艺阵地开辟了一块新的根据地，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艺创作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之中，并与茅盾、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瞿秋白和鲁迅的杂文并称双璧，鲁迅的文章像解剖刀，而瞿秋白的文章似照妖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瞿秋白有12篇杂文以鲁迅为笔名发表，鲁迅杂感选集也由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瞿秋白很早就立志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唤醒中国人民，他的译作文笔流畅，鲁迅曾赞许说，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1934年到1935年是中国革命凄风苦雨的两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走上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同样艰苦卓绝的还有未能跟随主力一道转移，而是留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小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半壁河山沉旭海，几多知友化沙虫。陈毅元帅写于游击赣南时期的诗句，
正是当时血雨腥风之写照。1934年年末，方志敏接到中央军区命令，要他和刘畴西等率红十军团北上，进入皖南，以掩护中央红军向西抗争。面对这一危急形势，一些人悲观消沉，方志敏却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并告别已怀孕的妻子妙敏和5个年幼的孩子，毅然上路。红十军团10000多人孤军进入皖南之后啊，遭到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损失很大。1935年初，部队折返皖赣边界，又遇到敌人拦截，被冲为2段。当时方志敏带领800余人已经冲出了包围圈，但是看到大部队没有跟上，便要返回去。师长粟裕要方志敏先去赣东北苏区，他们回去接应。方志敏却下令让他们先走，自己率领10几个人趁黑夜潜入包围圈。方志敏找到大部队后马上组织突围，却没有成功。2天后，方志敏不幸被捕。2个敌军士兵搜遍他全身，除了一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来。就在几乎同一时期，瞿秋白在由瑞金向香港转移的途中，于福建省长汀县被地方反动武装俘获。他曾2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领导武装暴动，创建赣北革命根据地。他们同年出生，因为共同的理想走上了曲折而光明的革命之路。他们同年牺牲，因为共同的信仰献出了短暂而光辉的生命。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他们用激情和热血书写了各自的辉煌。百战经典系列节目《血沃中华之碧血丹心养高峰》。还是在1935年，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正在遵义召开。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然而，瞿秋白和方志敏都不能再看到这一切了。这间囚室所在的南昌绥靖公署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囚室中这位每日埋头写作的犯人化名祥松，实则是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他一边写作，一边却要防备敌人进来。狱中写作困难可想而知，但方志敏却执意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留下10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在入狱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约30万字的文稿，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入狱后的第3天，方志敏便向军法处要求写一个条子。敌人以为呢，方志敏就是要写什么供词，满口答应。拿到笔墨纸张之后啊，方志敏就开始奋笔疾书。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当时和方志敏关在同一个牢房里的是红19师的师长王如池。他对方志敏说，你写了又寄不出去，没有什么意义。他的话呀，让方志敏当时有些灰心，停了10几天没有再动笔，甚至连之前写好了10000多字的稿子都撕毁了。但是不久之后呢，方志敏又开始动笔了，因为此时他已经找到了
送出稿子的办法。在中学学过唐涛的《同志的信任》这篇课文的人一定记得，一位女青年拿着方志敏的手稿秘密交给鲁迅先生，后来鲁迅又辗转把它交给了中共党组织。然而《同志的信任》虽然写得曲折感人，但与事实却有些出入。文中那位不知名的女青年确有其人，不过方志敏的手稿当时却没有送到鲁迅手中，而不知名的女青年就是当年才19岁的程全昭。当时刚刚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在一所小学里代课。她从杭州偷偷前往南昌，又奔赴上海，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方志敏传递了手稿。陈全昭的男朋友高家俊正是关押方志敏的南昌绥靖公署的一名看守。陈全昭的父亲因为高家俊是小妾所生，两人身份呢有差距，便不同意两人交往。高家俊呢一气之下就从杭州跑到南昌绥靖公署当差。在狱中啊，这位年轻人深深的被方志敏的革命气节所感动，走上了同情革命的道路，经常偷偷的帮着方志敏出去买纸买笔。1935年暑假，高家俊从南昌给陈全昭汇去了20元钱，让他火速赶到南昌，有要事相商。虽然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呐，但是凭着对高家俊的爱慕，陈全昭啊背着家人来到了南昌。见面之后，高家俊交给陈全昭一个纸包，同时交给他4封信，嘱咐他说，一封给宋庆龄，一封给鲁迅，一封给邹韬奋，还有一封给李公朴。高家俊又交代了4封信送达的地址，然后对陈全昭说，方先生帮你取了个化名叫李真，他自己取名为李祥松，你们就是一家人了，都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李真又是力争的谐音，希望你力争把信送到，把事情办成功。程全昭带着手稿和信来到上海，住到了一个同学家那里。他先后来到宋庆龄家、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虽然没能见到宋庆龄、邹韬奋和鲁迅本人，却也都请那里的伙计将信转交他们三人，并特意关照这信件需要用显影水才能看。程全昭又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校长，学校老师告诉程全昭，李校长不在，他一般是晚上6点半来上课。程全昭就在学校门口等，从下午等到晚上。6点钟，李公朴走进了校门，他请程全昭到学校会客室坐下交谈。程全昭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李公朴见旁边有人，装着很惊讶的样子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哦，这样吧，信先放我这里好了。陈全昭留给4个人的是信件，但是文稿啊还在他的手里面。当天晚上啊，一个穿着非常时髦的少妇啊找到了陈全昭，自我介绍说姓宋。这位少妇对他说呢，你来上海送信已经有人知道了，你得赶快离开，我是特地来通知你的。陈全昭毕竟不是专业的地下工作者，只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听了少妇的话呀，她有些紧张。而且由于这个少妇啊穿着考究很有气质，又说自己姓宋，陈全昭以为她就是宋庆龄，就把文稿交给了她。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杭州。回家之后呢，他的父亲就再三的追问他这几天到哪地去了。陈全昭啊就把替方志敏传递手稿的事情说了。家里人一听吓坏了，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从此陈全昭被父亲关起来，不准出门，与高家俊的关系也断了。解放之后两个人才得以再次相见。直到后来程全昭才知道，来报信的少妇是民主人士张乃器的妻子胡子英。
胡子一是在生活书店看到程全昭托人转交给邹韬奋的信件的。他回忆说，那是1935年夏天，书店的工作人员接到这信后非常着急，因为无法证实这信的真伪，于是请他来看。方志敏在信中说，他写了一本文件，要托上海的同志送到党中央去。那女孩子还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龙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我想，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方志敏的手稿后来终于由胡子英辗转交到了宋庆龄的手中。宋庆龄把手稿转交给当时在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的冯雪峰，又由冯雪峰转交给化名小 K 的潘汉年。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方志敏手稿上还写着小 K 的字样。解放前，这批手稿啊一直保存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中，直到1951年才由上海出版公司公开出版。蒋介石曾密令国民党驻江西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在狱中的方志敏归城，然而方志敏抱定了杀身成人的决心。曾有一名自林西报的记者到狱中探访方志敏，他写道，这是一位奇特卓绝的人物，他向我说，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蒋介石不得不亲自来看守所找方志敏谈话，而方志敏对蒋介石的回答却只有一句话，快下命令吧。几乎在同一时期，在福建，瞿秋白也已经被捕三个月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候待，也都没有从他的口中挠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囚禁他的是国民党的师长宋庆龄，不止一次的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庆龄的谈话变成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会，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国民党继续派员游说，用他们的话说，共产党现在已经处于低潮时期，你要识时务。对于敌人的软磨硬泡，瞿秋白只有一个回复，那就是拒绝。他说，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一个识时务的出卖灵魂的人。此时此刻，日军铁蹄已践踏中华河山，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招致民怨沸腾。外寇当前之际，瞿秋白和方志敏被国民党当局下达了秘密处决的绝密令。1935年6月18日清晨，当瞿秋白走进戒备森严、没有一个游客的中山公园里，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特务连长前来拍照，瞿秋白则在八角亭前背手挺胸，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风采。照相后，瞿秋白走在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微点头说，此地甚好，开枪吧。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此时在江西，敌人抓捕了方志敏的妻子妙敏，关押在南昌女子监狱。敌人呢，就想用夫妻之情对受尽折磨的方志敏劝降。方志敏呢，就回绝道，我失去了自由，妻子和儿子哪还能顾得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1935年8月6日黎明前夕，方志敏被敌人秘密带到南昌市下沙窝杀害。方志敏牺牲时，女儿方梅还不到3岁。1999年8月1日，在父亲百年诞辰前夕，方梅用20年的时间完成的《方志敏全传》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方志敏牺牲时的场景。解放后，党中央交给江西省委一个任务，一定要找到方志敏的遗骨。然而多方寻找却未见头绪。1957年，江西化纤厂在南昌下沙窝挖地基时，突然发现一堆骨骼，共计70多块，其中还有一副套着胫骨的脚镣。当年在国民党南昌监狱代理看守所所长，曾对方志敏多有照顾的林凤吴受邀火速奔赴南昌。林凤吴仔细辨认后，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说道：“就是这副脚镣。”面对这些深埋地下达22年之久的遗骨，在场每个人的心都在颤抖。1964年12月，毛泽东为方志敏烈士墓亲笔题词，以抒发对烈士的缅怀之情。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写过这样一句话：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正是为了这可爱的中国，瞿秋白和方志敏毫不犹豫地献出了年仅36岁的年轻生命。正是为了这一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千千万万个瞿秋白、方志敏正继续思索着、奋斗着、前进着。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创办女子学校，宣传先进思想，是文化战线的巾帼英雄。她是黄埔军校的优秀女学员，前线奋勇杀敌，积极抗日救亡，是抗日战场的女中豪杰。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梦想，她们放弃一切，投身革命。怀揣无比崇高的革命信仰，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永恒的辉煌。